整蛊阿浩成了我们家的日常后，小姑对加入我们的整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小姑，快看看你自己。你知道我等这场丧尸赚钱等了多久了吗？阿浩在哪儿？你心心念念的 VR 眼镜就在我的手上。快递这么给力，我就在楼下。快！阿浩舅舅，那不你 VR 眼镜吗？就看恐怖片吗？看就看，谁怕谁呀？哇，果然挺真实的哦。嗯。耶！你干什么？真是人吓人吓死人，知道不知道？不是我的主意，我真不知道。真是影响观赏 VR 的兴趣。怎么有个丧尸像是鬼一样的东西出现在我面前了？恐怖片开始了。为什么真一个宇阳也出现在 VR 里了？阿浩舅舅，你前面什么都没有啊，真一和宇阳回自己房间了呀。 我说的是真的。我不知道 你们好像穿越到 VR 眼镜里去了。阿浩舅舅，要不别玩这个眼镜了。阿浩